好啊，其實我都係睇新聞先知有私家狗啦。咁其實都好少機會嚟到香港，仲要係低飛咁樣。咁所以我就特登過嚟睇咯。同埋今次呢個係即係國產嘅飛機，都想睇一睇究竟係點樣，親身睇一次咁樣。 对，很激动，因为 C919 是我们国家的首台大型的商用飞机，是我们大部分是由我们国家自主制造的，所以说我本身是机械专业的嘛，所以我也很想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在工业明珠这方面的发展了，就是大飞机，所以今天专程来到香港这个最高的观景台，然后也带了我最长的焦段的相机来拍这个飞机飞过维港的这样一个盛况。